啊，我身上有四个末影珍珠。哦，原来放你身上去了。嗯，快找个箱子稳妥的放起来。好，存起来了。嗯，所以现在只要去末地还缺珍珠。嗯，还刷不着小黑呀，问题是。珍珠是一个大问题呀，要有水落保护。上那种容易被它冲下来。对。不是落地之前放桶水吗？你就是靠近地面的时候放水是吧？嗯，那必须得时机很好，我从这儿跳下去，然后啊落地时候放水啊，这不是行吗？挺简单的。哎，我找到落地水的诀窍了，我跳下去，然后在这期间一直朝下点右键。哟，还顺便收起来了。嗯，一直朝下点右键，果然 biu bu biu 特否。可以，我 TP 到末地门那去看看缺几个啊。好，在这儿，现在上面有三个，一共需要十二个，还缺九个，我们有四个了，还缺五个。嗯，题很棘手啊。我先合了末影之眼再说。我们一共才打到了四个，肯定是弄丢了一些。嗯，四个眼，收好啊。不管怎么考虑，我们还是应该再找个村庄。对呀，我们现在有马了，我们应该去探索去了。反正现在身上有二十五个牛排，航海呀、啊，或者是找个沙漠啊什么的，都是有必要的。嗯，走吧。说走咱就走啊！等我拿上点铁锭什么的，万一要做装备，要考虑周全。骑上我心爱的世界吗？哎呦我天！嗯，有没有带马铠的？那个金马铠的应该是三级。好，我们往那个方向去吧，我觉得。走了 ，Let's go。哦，这边是西边，所以我们去西天取经去。你看我这白龙马正好是。我这也是啊，白色的。看我直接跳过这个河去，马跃檀溪。哎呀，我也跳起来了。来，掉下来了。哎呀妈呀，下马了直接。对呀、啊，这马得推过来是吧？走了走了走了，我先溜了。哎呦，我上来了。四阶马就是无敌，上山。哎，狼狼狼狼狼，你身上有骨头吗？快快快，给我个骨头。我身上没有。啊 ，no！ 我也碰到野狼了，没有骨头，这太惨了，算了吧，下次记得带点骨头。蜂巢，蜂巢。啊，第一次遇到这东西。你有玻璃瓶吗？干嘛用？咬蜂蜜啊。我放下了。你真厉害，这旁边有沙子，有沙子，这蜜蜂是不是得先射死啊？不，你摆个萤火在蜂巢底下，蜜蜂就不会攻击你了。哦，是不是得先做熔炉啊？啊啊，你我去弄点石头。去去去，那我继续挖着沙子吧，先。嗯嗯，哎，我有铲子，你看这挖沙子的工作本来就是应该是由我来的啊。先把我的工作台放出来。你这习惯，随身带工作台。那是。要到晚上了。那不得战斗吗？嗯。哎呀，那战斗吧，战斗完了之后再去弄蜂蜜吧。哇，两只苦力怕。哟，别让苦力怕把这给炸了呀！找着点小黑啊、嗯，小黑。哎，不对，我已经看了他了，糟了，完了，还没搭台子呢。我搭了个台子。我把他引过去啊。哎呀，你搭着台子过去苦力怕了，快跑吧。哇，这搭了个台子。黑哥在追我，快过来。哎呦，苦力怕，黑哥跟你拼了，黑哥，干掉他了。哎，掉了掉了，掉眼了掉眼了。好，啊，又一个黑哥，当，啊，看见我了，我赶紧回台子那去。啊，这下面炸了，这台子不管用了。丢刺吼，反而会把我困住这台子。我来了，干掉了。好，快捡眼，快过来。没掉珍珠。后面，我已经要死了。好，快快快去回血，我暂时来保护一下你。哇，连续出了两只小黑了，不错。哇，三只苦力怕，两只小白，哎，那有只黑。快把黑哥弄来！快搭台子，搭大一点。我看见他张嘴了。哎，黑哥在这儿。哦，看见他了。哎，但是苦好像也看见我了。快快快，黑哥来了。台子呢？哎、快快快、哦，台子在这儿。哎呀！吱呀！快打他！吱！哎！吱呀！吱呀！吱吱呀！哇，你这击退也太强了！这是他瞬移的。啊，好吧。我天！小白已经，我去打小白，你跟他周旋呢。嗯，嘿，找你去了。啊，站！我回来了。啊，对，是我看着他，所以他找我，掉没掉？黑呢？我都不知道他去哪了。黑死了吧？死了，他在这死了。哎，掉眼了，掉眼了。好，赶紧捡上。我再去找黑去。哎，这个地方刷小黑很合适，因为这很开阔。这都是你吸引的。过来了，来，你为什么要把他劈走？当。
怎么都来打我了呢？不是打你了吗？哎，嘿，两只黑，距离太远，他不看我。啊，看了看了，张嘴了，张嘴了，张嘴了。过来了，听见了，听见了。刚才那还有一只黑。哎，这狙击手着了。刷的多，而且还容易看见。哦，又掉一个，三个了。我们还差两个就可以打龙了。下雨了还。哎呀。我再往那边去看看啊，看他还在不在。啊，上面那不是有好多羊吗？好，赶紧射冲锋点。嗯，好。可别一夜回到解放前了。嗯，所以我做个白床，你做个黑床。完了，没了。现在是三个白色羊毛，一个哎，一个床，我们俩都叫不就行，都记不就行了？嗯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做一个吧。火是怎么做？弄明白没？原木、煤炭和木棍。来来，我去挖原木。我们都做沙子，都挖了沙子了，就做瓶子呗。好吧。你快弄个熔炉。好。弄熔炉，把那些沙子炼了，然后就可以做瓶子了。可是我们有煤吗？我有啊，出门我都带了，我这出门好习惯。厉害呀！你。哎呀，你到底是不是生存玩家啊？不是。原木仨，煤炭 一个煤炭，木棍，你看吧，这都是出门必备。需要。好，然后烧沙子，烧沙子。我去把萤火摆一下，把萤火扔给我。哦，烧沙子，烧一组。把萤火扔给我，摆在蜂巢正下方。啊，哟，这烟还聚在这儿了，是个空的，没用。所以得有蜜蜂才行，刚才那蜜蜂可能在我们混战的时候被干掉了。我去试试，我已经合上玻璃瓶了，没用，接不了是吧？啊，拔走。哎，眼变红了，明显是来打我们的。哎，所以我蜂巢得了吗？蜂巢不会得的，除非蜂巢不会得啊。哦，因为下雨了，下雨没蜜蜂。把萤火收上，我们再期待下一个蜂巢吧。啊，那萤火没办法收。走吧，哎呀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继续赶路，工作台和熔炉都拿走吧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哎呀，这个地方的回忆太痛苦了。三个白菜羊毛，我给你做床。好。给你一个。走，我的马。你马呢？我的马在坑里。走。走前面。继续西行啊！直觉告诉我这边有事儿。你在哪儿呢？史莱姆。你在哪儿呢？你看见史莱姆了吗？没有。我去刷史莱姆了。我要做绳子，苦力怕千万不要炸，这些史莱姆很稀有的，所以我先把苦力怕引走吧。要炸你也是在这儿炸，快快快快看，快过来找我。哦，五个粘液球。我在山坡上。哦，你在那儿，你在那儿。这儿啊，看见了，看见了。嗯，往哪个方向走？往这个方向。我们可以做绳子了，以后就可以把马拴树上了。哦，干干干干干。掠夺塔。掠夺塔附近有村庄，而且有宝箱。对，上上上上。雪为什么这么厚？旗子在哪不知道。我要上楼找宝箱去。你找宝箱吧，一个小弩。哎呀，我天，没防住。箱子里你找着什么了？胡萝卜、小麦种、附魔瓶、绳子。嗯，那走吧。天色又要晚了。跟上我了吗？跟上了。好，睡觉快。我已经睡了。我也睡了。走，雪山这个边。看见你了。你站那别动啊！啊，村庄，村庄，村庄。哦，快过来，这有个蘑菇林村庄。哇，这村庄规模有点小吧？哦，这边还有，也还行。哇，这个村庄地形相当的神奇啊！铁傀儡，那这村庄不小，还想怎地？铁傀儡都有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而且这儿你看有个这种大溶洞，我们这可以做成水帘洞，上面倒水。黑森林方向是吧？嗯，蘑菇林方向，先做个绳子把马拴起来吧。绕过来了吗？看见了，看见了，看了，过来过来过来，等我先做个绳子。我身上有线。来来来。做绳子，拴绳还是绳拴？记不记得以前我们总是弄错？嗯，被你弄得我都拴绳了，被你弄得我都记不清了。好了，拴起来了。哎，狼也拴起来了。哎，狼也拴起来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九点多了，找到了一个村庄，下次好好探索一下这个村庄。